北居酒屋的炭火炉端烧用船桨送菜，喜之自一夜干肉质细腻，奶油干煎扇贝更是弹牙入味。台中无油料理铁板烧，把日本帝王蟹用水焖烧，多汁鲜甜，沙朗和牛一次可以尝到六种的口味。彰化这家30年的小吃店，充满胶质的控骂崩搭配鲜美的蚵仔仁汤，令人回味无穷。请锁定本周日晚间8点《非凡大探索》。